参与2016年啊民进党总统初选的决定啊，可能大家在我的脸书上或媒体的报告上已经啊知道啊情况啊。我提出两个理由啊，第一个就是守护价值远比担任任何职务的重要，那第二个是成功不必在我啊，但是我也希望大家知道，其中有一个我非常重要的考量，就是对台南市市民的责任啊。台南市市民用72.9%的选票支持我，这个内心呢敏感无中啊，所以对台南市民是有一份啊非常大的这个责任，所以我责无旁贷啊，也恳请各位同仁啊能够协助我支持我，在未来的4年能够把市政好好推动啊，好好推动市政，这也是我对市民应该负起的责任，也是我没有参与2016年总统啊初选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，特别跟大家报告。那最后啊，我也要让大家知道，